羊肉四季温补啦，温补的食材四季都可以吃。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手边的这一罐，哦，这一罐就帮我们处理好了。它这个里面羊肉就是用草饲养，叫为什么羊烧味？我刚刚有看了一下成分啊，大概有当归、川穹、熟地这一类的，有点类似四物汤的概念，所以比较补血。啊，补血的同时，它其实里面还有肉桂、小茴香、桂枝，也是温暖我们身体，而且。不止这些哦，它还有加了陈皮，陈皮可以帮助我们消化系统消化得好，所以它其实蛮全方位的。然后呢，我加一半的水，慢慢熬煮它，有一点冒泡就可以关火了。它本来就已经煮熟了。对，除了中药材之外呢，它也用什么羊肉、羊骨去熬。哦，所以它把那个精华跟精髓，利用这种热萃取的方式。已经把它煮在这个粥里面了，然后再放一点喜欢的青菜啦，哈，哇，超漂亮的。他把那个羊肉的处理，就是切的像那种小丁状，对，但是你又吃得到肉感。吃粥就一定要吃这种，就是滚干迷迷的，滚干迷迷，对，才不容易呛到。刚刚特别有提到说添加了小米，小米的营养价值啊，其实比白米来得更好哦。哎，真的哎。然后常温就可以保存。添加这个鲈鱼的鱼片哦，其实鱼羊就是咸哦，白鹿大餐哦。所以热乎乎的砂锅粥，就很丰富的感觉哦。在夏天的时候特别适合吃羊肉的原因，是因为羊肉可以帮助我们补中理气，让我们自己的能量会比较好。再来是夏天呢，大家都在冷气房里面，怎么样吹冷气，筋骨会容易酸痛。再来是喜欢喝冷饮，冷饮的部分会让我们肠道的血管收缩，收缩之后呢，它对于消化能力就会比较下降。所以我们吃一点羊肉是帮助我们底子会由内而外散发出来。哎，真的耶。